新皮与令爱新献英，感谢两位在决战之前赶到。多亏你父女二人，冀州已经重归平静。新献英，父亲新皮是袁绍与袁谭的部下，为了消灭袁家。 与其父一起追随曹操，镇压了冀州的动乱。击败袁绍后，他的主公曹操决定趁势南下。为了击败拒绝投降的孙权，曹操向赤壁进军了。意图通过此战平定天下。为了参加决战。 新献英和新皮也赶来与曹操会合了。父亲，曹操大人来了，请您不要再满脸忧愁了。啊，曹操大人，我连家人都未能救下，独自苟活至今。 你是说被袁氏当做人质的令兄家人吗？此事说来确实可叹。但是，如果不是你们赶来，平定河北，恐怕还要多花时日。父亲，怎么可以让曹操大人费心呢？只要驱逐坐拥扬州的孙权，天下很快就会属于曹操大人。 为了迎来笑声不断的天下，新献英定会全力以赴。曹操大人，这……哼，不必再说了。即使忧郁的低下头，也无法看到光明，笑容满面的时光才最为重要。令爱。 更严重之前，撤退吧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你的才华可不能被埋没。好不容易得到了重要的情报，居然会在回城途中被人发现。我失踪。 这份情报一定能派上用场。
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好，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我早就看出你们要到这里来了，准备受死吧！滚！你怎么知道我的逃跑路线？ 可恶，我让听诸葛亮数落我了。击败了敌人真是太好了，同伴并肩作战，真让人安心呐。完全掌兵们也会士气大增。 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正如诸葛亮大人所料，果然来到这里了，休想继续前进。我就是军神关羽的小弟周仓，和老大在一起，我的力量是平时的3倍。 我要变身！曹操大人对我的恩情，消磨了我的利刃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。干得漂亮！ 我是叶真，就是这样。可恶，我到底是有多没用啊！回去之后，不能面对老大呀。现在，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 你的武勇一如既往的出色，我的计策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大人说，你今日北逼近，必须加强警戒。
大意失守，真丢人呐！余将已经被我击败。 他们的优势是我失策了。报告，我。
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干得漂亮！ 被推压到了这里啊！你们的进军就到此为止吧！明天就要渡过长江了。 原来我的志气也不过如此嘛！码头已被开放，殿下可以坐船了。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就让我来尽情享受这份喜悦。太厉害了，真让人大开眼界呀！干得漂亮！
开了眼界，这下能激发出新的创意来了。下心悦诚服，这便是巫医的精髓。 我陆伯言来做你的对手。 惭愧无地，敌将已经被我击败，现在。